今天很高兴呢，能够在这地方参加我们 Gulf California 的这个到了中国人社区里面来办的许愿树。那大家都知道许愿树，那 Gulf California 已经把的健康、平安这个理念带到了我们社区来。所以最重要的 Gulf California， 大家买个人健康保险，目前在加州90%的民众可以拿到不同的补助，甚至是零元保费。然后万一有任何事情的时候，要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，所以不要把这个权益睡着了。那更要感谢 Cover California 那么重视我们亚裔社区，然后在这中国人过年之际，然后办了一连串的活动来跟我们亚裔社区祝福。那当然也没有很谢谢沃尔玛每一年的这样子的配合，然后真的我们亚裔社区在这地方已经不会是 minority， 我们希望我们会是我们美国社区的主流，我们的声音都被别人听到，我们的意见也都被别人能够采纳，谢谢。